喝，喝点红。好香好香好香！你知啊你？有冇事啊？条腰有冇事啊？你睇住啊！唔得嘅就唔好啦。睇住啊你！
行出去嗰邊。哦，到啊，咁咪得啦。喺呢度嚇。啊。擺啲嘢啦。啊，呢個角度。呢有三個皇冠，
光，可能高。已經影埋呢一個嘅叫做係舊嘅證券交易所啦，係咁樣。咁啊，舊嗰啲大廈。不知不覺，我哋就已經好快好快就到到第一最後一個景點啦。咁啊，係咩咧？就是這個的叫做是哥本哈根的市政廳的地方、哦、市政廳這個市政廳的話呢就建造的日期的時間幾時呢是1893年的時候1893年建造1905年呢就正式開始用這個的市政廳的地方來的那就落成了之後的話呢就它的靈感啊那麼多位其實最初最初的市政廳呢就不在哥本哈根的位置的在一個地方叫做石耶納市的地方石耶納市是哪個位置來的那麼後面的、市政廳、啊、特別在的地方就是正市中即是 正中心的位置大家會見到一個呢就是道金的雕像的那個道金雕像的話呢就是阿布薩隆大主教那麼就是靠這一位的人士的話呢就帶領了一些的教徒嚟到呢個哥本哈根市，咁啊就創立咗哥本哈根呢一個嘅地方，咁啊，咁啊為咗紀念翻呢個阿布薩隆大主教啦，咁就喺起呢個市政廳之後嘅話咧，就起咗個道金嘅雕像喺呢個市政廳正中心個位置，咁啊就係我嚟紀念翻咁樣就呢一位嘅大主教嘅人士啦。安徒生像的位置是不是、嗯、安徒生像的话呢就是在这个市政厅旁边的地方来的这样那所以大家一阵间也都可以看一看看埋这个安徒生像的这样那么也都可以这么讲现在、啊、在哥本哈根市里面呢就没有一座、哥本哈根这个位置的话呢它的商一个比较商业的浓厚的地方来的最大的叫做是、皮草的叫做厂啊皮草廠啊咁啊亦都係喺哥本哈根市呢個地方㗎咁樣每一年七月份嘅時間七月份至八月中嘅話呢有好多嘅叫做係皮草嘅分銷呢亦都係喺哥本哈根呢個地方㗎咁樣咁所以如果有啲田友們喺香港係做皮草的話嘅話呢亦都有啲人就會喺暑假嘅時間呢親身飛到過嚟呢邊個位置呢就睇嗰啲皮草嘅展覽我知你哋唔會咁定我嘅我真係唔會啊喂我中意嚟呢度玩㗎你又唔帶我嚟呢度玩入場門飛收35蚊啊歐羅你有啊嘛帶你哋嚟玩啊你有嘛我已經入到去裏面你哋又話我嗰樣又唔玩得呢樣又唔玩得做咩係咁樣好趁現在的車慢駛好多水流大家會見到左手邊的位置就是提佛利樂園右手邊的地方市政廳見到這棵樹不用了應該大家過馬路吧過馬路走過去看吧好不好一陣間我們見到上車10點鐘上班車好不好 10 o'clock Thank you 好高大我就不用高樓啦好着急红灯了
第六啊。快啲啦，快啲啦，時間。啊，算啦，有啲人要影緊。撳咗未？
老师，看到是不是？你会带吗？